下吧。嗯。整的一逼吧。把这牛整。等一下，我把这牛整下。啊，这是计时，正常就不要开计时了，知道吧？嗯。来开二档。二档是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那没关系的，加加的快一点。嗯。这里按一下，设定温度。回头我按一下这个。这里是设定温度，比如我设定60度啊，嗯，那设定60度啊，然后这里设定60度，这里是实时温度，嗯，这里是设定好的温度啊，嗯，设定好后，那我们把它这里进去，我们把那个开关打起来哈，就这样子亮灯的，这里是手动微调上升下降。嗯，上面开上。弄好，把那个软件，打开软件。打开这里看一下已连接，那这里连接了啊，这个是那个电脑的那个数据线，啊，在这边插好。我们清零，那切换为English啊，进来，我们到这个界面这里测试的，啊，这边是拉伸测试是吧？嗯。啊，我们进入这个界面，这里是测试速度，一般塑料的话测试速度是在50或者100，啊，我们输入100啊。二是撞点，拉到自动停机啊。我一般不敢，嗯，这边这边是材料，材料我们输入到这个产品这里，这里的宽度是6毫米，啊，厚度是2毫米，我们把那个标准2毫米，输入进去，啊，输入进去 OK。那我们当这里60度到了的温度的时候，现在已经到了，这么快？对，啊，嗯，到了温度60度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饲养，嗯，啊，装甲，标记好的饲养。加好，加好。加了它这里现在不垂直，我们再用这里手动的，嗯，要达到一个垂直的位置。嗯嗯。我把它关起来哈。关好了，我们在这边，这样清零。今天点一下开始测试，啊，当然测试的话，我们在这里这个位置，那边，这里可以测试。签个吧。测试哈，它就开始在测试了。放掉了。